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并不是一个奖励医护的条例，而是一个我们全国医护奖励中央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倒贴中央的状况。所以我们严重的要求一定要改回2003年的版本，每人每天或是每人每班10000块才有达到实质的奖励的效果。3月6号的新闻稿可以很明确的来指出说，陈时中部长明确的指示说，我们是每人每天或是每人每班10000元新台币这样子的津贴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第44条有明确的指出，这些相关的津贴以及补助就是要用预算的方式来编列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我们精算之后，一个专责的主治医师在他必须分仓分流专责照顾病房的状况之下，他会面临25% 以及50% 不等的薪资上的损失。而且在领完4个人，就是加护病房4个人，2个主治医师、2个住院医师轮替的状况，或是一般病房2个主治医师，或是1个住院医师以及1个主治医师轮替的状况，他的津贴、他的缩水，就是他的薪水领完津贴就是一个缩水的状况，7天会缩水3万至4万，14天会缩水6万至8万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条例，并不是一个奖励医护的条例，而是一个我们全国医护奖励中央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倒贴中央的状况。所以我们严重的要求一定要改回2003年的版本，每人每天或是每人每班10000块才有达到实质的奖励的效果。在3月6号的时候，陈时中部长就是有宣布了，就是护理师的这个津贴要从 SARS 时期的5000元加码到就是现在的10000元。那时候我们病房很多就是 SARS 时期都在工作的资深护理师，他们听到都纷纷表示相当赞赏这样子。但实际上前几天公布的这个津贴跟奖励要点的申报作业须知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发放原则在专责病房的部分，它是规定说每个护理师是以照护5床为原则，那加护病房是以2床为原则。一开始在疫情初期，我们对这个整个疫情的状况不明确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开始就是比照 SARS 的时候的人力去办理，大概每名护理师照顾2到4床的状况。那现在这个申请作业的原则出炉吼，他是说一般病房的护理师要以1:5原则，那这样很有可能造成的是说，我们原本医院好的这个护病比，那现在因应要补助作业的原则，那成本考量的情况下，是相当有可能让这个护病比在做调整的。但实际上1:5的护病比到底是可以做到的吗？我必须说，就是 SARS 就是 COVID-19 这个疫情跟 SARS 很不一样的是，就是这个疫情的病患就是他们入住的状况很频繁，这个是因为检验技术的进步，他们大概3天2夜就可以知道说，自己的确是连续2套阴性就可以出院，所以我们一天动辄可以出床5-6床，然后入床也是5-6床。那如果我们以平均就是一天站床大概是12床左右的情况下，他需要的护理师一天大概是3位。我们也知道指挥中心他很想体恤医护人员的辛劳，但是他的办法，他直接规定一名护理师每班照护5名为原则，这样子的原则就会让非常多的医院以这样子的标准去做请领跟安排。我们知道维持良好的护病比，它是有助于病人照护的品质。万一这个护病比它变得很差，一位护理师要照顾太多的病人，那每一位病患他的就医品质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希望指挥中心，希望卫福部可以倾听工会的诉求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我们不是想要让指挥中心添麻烦，而是我们从3月初，甚至我们上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医护出国禁令，我们才不得不站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希望这个要点它能够确实获得改善，确实修改。